请您慢用。快快快，那么多顾客都在等着呢。我已经很快了好吗？这么多客人，却只有我自己生产果汁，怎么可能忙得过来呀？求求你们再来一杯。快快，客人还在等着呢。那里有个人掉在树上了。他呀，是个自杀小王子。之前陪岩浆范石榴玩捉迷藏的时候，就有看到他在自杀了。我们是不是该帮帮他呀？帮他？可是那样我们会被警察抓起来的。我说的不是帮他自杀，而是把他从树上救下来呀。那个大可不必，他可是僵尸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死掉呢？我们还是不要管他了，专心卖果汁吧。那好吧。你专心一点啊，喂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应该专心一点啊。嘿。喂，我是让你专心做果汁，不是让你专心看热闹呀。专心一点儿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不玩哦。